喝一口，这两百块就还你。啊，我就喝你刚刚的分量。好啊，我有这样哦、喔，就是差不多这样。你放屁，刚刚明明超少。真的就差不多这样啊，没有整个手上满，所以我有三分之一满。好，就大概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好，你现在又喝了两百，对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这样我又从陈先生那边赚一百。哎、欸。不要喝一口，不要喝一口。大家不吃公园远客吗？都在那边喝水。给你十块啊！好敢啊！好敢！三百，没有两百。三百，我又把我还他了，不算，就两百。敢这两回事啊！你直接还他了。敢，我是看你们可怜的好女人，好不好？敢讲到那样很厉害。好，现在就给这两百还你。250。敢，我不想，我不想不玩的。十了，上十了。要不要啊？敢不会怎样啊？好，就这两百还你。好，哎，这样我会从你那边赚一百。真的、喔？喝！干，你不要逼我。不会。那两百，没有拿，就跟你刚刚一样。啊？两百先拿。不行啊！干，你刚才不是先拿钱，你在靠背、啊。干，我怕你不喝呗。我一定会给你啊！我都没有很想要这两百。想要他很有钱一样。但是你还欠我三百。好。干，你又怕你说话不算话、啊。干，我哪是那种人啊？就去喝吧。我喝一个两百，三百，三百五。感觉两百一直抬价格，他妈我没要多赚一钱。是燕婷被赚是不是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喝啦？可以自己过滤啊，就是把它过滤到清干净。干，他刚刚就是耍这种贱招。哦。耍贱招。突然有树枝，我也把它喝掉。对啊，不要多谈。那你现在就吃一根树枝。他妈，我吃一根树枝，你给我多少？一千的。一百。不要吃啊！去喝水，我把两百。吃素只要钱。吃素只。去喝水，我把两百块还你。好，那先干，你刚不算，你刚我都先给你两百。搞怕你不下去，我一定会给啊！这两百块。干，那不公平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先给你才喝。那我怕你不喝呗。干，我都没在怕了。你刚刚都还想强奸的，我觉得你他妈都根本就很恐怖。怎样？我刚刚都想强奸的，爽啊！完。看，先两百先喝，绝对可以，绝对可以，不给你，他妈我等下车钥匙我自己都会丢。那你先给我车钥匙。哈哈哈哈哈。干，拖台前。说话算话了，说真的。好，你去喝水。好。去喝啊，给你干。好，我喝啊。喝了，喝了。就给你啊，然后等下就可以交换啊。好。对，我怕你这样钱拿了不喝啊。好，去了吧。好，走。走，出动。妈的，我路超久了。哎、欸，机体是看不到异形这么活泼啊。不会。近距离拍摄，近距离拍摄，近距离拍摄。哎、欸，这水好臭、喔。哎、欸，好臭，真的很臭。刚刚有人在里面尿尿。太臭了，真是爆臭哎、欸！你刚刚怎么敢喝啊？你是在家都喝这种水啊、喔？还有渣渣，太恶了吧！快点！那个是桃太郎，太夸张了，两百块送你吧。啊！感觉太恶了。世界事实上证明，真男人才是云良才是真男人。他不敢喝，他不敢喝。敢喝，他刚真的喝一点点而已。阿半很脏哎，屁呀，真的啊！好，结束我们的公园远客之旅，云良来一个真男人的 pose。